长大观念的转变。哇，分身好好看，咬了。哇，分身的鼻子咬了。哇，这边好好看哦。装的，幼稚。装的，嗯。我记得小时候，过得挺好，挑你喜欢的。黑色，哪个小孩天穿黑色嘛？第三件，哦，这件，不要，我就要黑色。浅粉色的，买单。我不穿。我觉得这个粉色的版本好看。我觉得紫色的好看一些。黑色的书包，黑色的水杯。黑色的本子，还是这些不好看啊！不要啊，我可是大人呐、啊，这可是成熟的象征，能互通。大人？那这位大人知道这么说吗？不算。这个粉色好好看。哇，就是那个和高公子好讲。对呀、啊，这家店人气好旺了。我生日当天不是好不容易才开始泡的，而且这个生日大礼包可是妥妥的时尚单品，粉色绝美图标。我一群小屁孩，幼稚。小屁孩才选粉色，子弟太年轻了嘛。那些年代被迫成长。你说小宝啊，小宝，压力也太大了吧？垫嘴不行吗？来，谁过来了哈？哎，我不是算菜的。哎呀，不用，光说干啥活路，我来。看完了吗？又看谁？我又过了自信。哎。是不是双人小一小印象最深啥了哟？无聊。要不要一起玩？不了。最近公司出了新角色哦，音乐剧。我能感受这份躁动，这结果实在是太伟大了。国风文化和二次元的完美结合，新人过我超爱好吗？一切音乐，苍龙要是一切玩乐。昨日到银银开给我玩玩。对嘛，这才是你，快耍。小宝，咋个在耍游戏呢？妈。我就玩一小会儿可以吗？咋个那么不懂事呢？大哥，小宝作业早就做完了，而且现在都暑假了，你让小宝轻松一下嘛，长期下来他会憋坏嘞。用他自己的教育方法，好弄当你个后辈来教我，你先关心他自己考不考得上大学吧。小宝，你既然在家好好学习，走，跟我回去。遵守哈，我家是你上来就来，上手就手的啊。你后面就是玩哈，三年好。开学的精神状态。终于考完了，这个家就不用出头了，不想怎么耍就怎么耍。三号，来，叫我出来耍吧。我月底就开学了，我都开始收拾行李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哈，我是十月份才上学哦，我还可以耍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无聊啊，好想去上学啊，出来耍嘛。还没开学啊！我跟你说，大学真的好好耍哦。怎么大家都去上学了，我一个人好无聊啊！大学生活这么精彩的吗？啊、我好想上学，我要疯了！你在鬼哭狼嚎啥子？你看你长没长样，做没做样？赶快去上学，谈着你就烦。好想上学，离开家里面，在家天天聊被骂。郑小芬怎么还没去上学啊？可能落榜了，别刺激他。